大家好，我是妍妍。很多朋友可能很久都没有看见我给肉肉浇水了。其实我这些肉肉已经有2个月没有浇水了，说出来可能好多朋友都不太相信。走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2个月没有浇水的肉肉现在怎么样，会不会特别的干瘪？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2个月没有浇水，你的肉肉还是这样肥肥的？其实你看，这些地方还是有消耗的，因为是露天嘛，它就算我不浇水的话，它也会就是说有雨水下来，所以说它不会被干着。其实我觉得露养的肉肉最安逸的就是你可以不用管它，不用管它，它都可以自己长得很好，因为它特别干的时候它会自己蓄水。如果是就是水多的话，像通风也会比较好，就不会容易坏掉。我觉得这就是露养多肉的一个优势吧。看这一盆马库斯，可能就是比较缺水的那种。你看红色的边边都出来了。其实我这盆蟹爪兰也是，也没有浇水。但是我发觉蟹爪兰就是也是特别怕水的一种植物，水一多的话，感觉它也容易挂掉，就那种黑腐化水，跟那多肉的性质都差不太多。看这一盆巧克力房子。颜色还是很美很美的，也没有出现干瘪的那种。但是偶尔的话，像在下面的叶子，它都会有那个自然消耗，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。还有这边的一女星，一女星还是蛮爆盆的，我觉得还蛮容易爆盆的。你看这一盆，超级大，超级爆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2盆，这颜值还是蛮高的。等到冬天就更高了，巧克力可能变化就不会特别大。一女星的话，到了冬天就大不一样。其实我家里的这些肉肉，我真的很少时间打理。大家看见我这个花盆里面的草，可能就会明白。你看，这个其实多肉是多么的不怕干。你看这个草都快枯死了，可是这个多肉的叶子它还是肥肥的。这个是那个锦荒星，锦荒星现在有点丑，但是冬天就漂亮了。我上次买的绿藤印，现在是不是大不一样的气质？希望越来越漂亮，我觉得它应该也会越来越漂亮。看这盆火鸡褪色还不是很明显，像就是小雨的那个狡猾车里面的火鸡，它就褪色很明显了，这个褪的还不是很厉害。最近我觉得这个白鸡之舞真的是很漂亮呢。看白鸡之舞，虽然叶片很薄哦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蓄水能力也是超强的。看这个叶片也没有，就是说特别干的那种，只是反而干的那种颜色恰到好处。这一盆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寒酸？还有没有朋友记得这个观音莲？你看观音莲的老桩，虽然它的上面看起来很小，但是它的杆子很粗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大家啊买肉肉的时候，就不要只看大小，还要看它就是一个杆子呀，还有其他方面的。它这个其实很多因素决定了它的价格，我觉得。你看我这旁边的这个黑兔儿，黑兔儿现在好漂亮，小乖小乖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观音莲，就是之前从那个母本上面拔下来的那个小的，我给它全部插里面了。结果你看它全部成活，真的没有一个挂掉的。然后你看这边，这边也还有，你看吧，全部都是覆盆的那种，像小莲花一样一朵一朵的，蛮漂亮的。看上次做的一个夜叉，就是。好多朋友应该看到过，就是做的止乐夜叉，你看，现在都长这么大了，长得还是蛮快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露天的多肉就是要比你阳台上长得快很多一样。你看夜叉苗，这没多久，你看就全部扎根，然后长得特别好。你看这一坨，这一坨，密密麻麻的。其实最开始种这种大盆肉肉的时候，好多朋友说这个土好多呀，会不会就不透气呀？这种大盆会不会土太多了，就是不出状态呀，不出颜色？但我承认它的颜色可能就是，没有特别控养的那种颜色那么漂亮。但是事实证明它也是会出状态的，只是说，没有那么明显吧。露养的肉肉，你看吧，我这里面这碧桃真的没有浇水，你看它这个叶片，
真的厚的不要不要的，太大了。还有这个花剑，其实大家其实按以往的话，我早就把这些花剑给剪掉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碧桃开花，所以说我要把它给留着。看这边这小车呀，是不是长得特别的快？我觉得真的洛阳的多肉那是属于疯长的节奏，一不小心它就爆很多车牙，一不小心它就长得这样老大老大的。看这个这个碧桃，我是5块钱一颗还是多少钱一颗买的碧桃，单头的碧桃，你看长这么大了。看过不了多久它就是成了群生，你看一个这上面冒好多车牙。还有这边的几大盆，其实这几盆真的是像种菜一样种进去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秋烈上次上盆的还没有什么颜色，你看这一次感觉粉了很多，尤其是小尖爪都就一眼能看出它变化很明显的。我觉得没给大家看法式了，因为现在法式真的好丑哦。我觉得法式还是春天的时候是最漂亮的，因为它包裹着那种紧紧的，你看现在就是张牙舞爪的感觉。我看见这一盘呢，我特别想上去看一下那一颗奥普林娜。奥普林娜我觉得多肉真的蓄水能力是超强的，你看2个月没浇水，靠天吃饭，这颗奥普林娜长得好大好仙气，超级漂亮。其实种肉这么久，我总结了一下，露养多肉其实不管理它，靠天吃饭是最好的最完美的。真的不是那种特别极致的干不要给它浇水，不是特别的情况下真的不要管理它，不管理它反而它会给你惊喜。你再也没了，大灰狼，大蜘蛛，小姑娘，你是否有好